这帮禽兽，迟早要你们偿命！看看，出来！哎，你看，还我一个公道！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你看看，这怎么也没有人管啊？出来！出来啊！快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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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！哎哎，小姐。小姐，我们是记者，能采访你一下吗？你为什么在这磕头？你是死者家属吗？如果你想讨收他的话，为什么不过去呢？杀人的，不是顺远商会的人，是日本人。你们搞错了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你知道什么？你是谁？你跟死者什么关系？你是不是顺远商会的人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小姐，小姐，不知道。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，怎么？哎，你看，哎，出来啊！出来！快出来！武斌。 大爷，大爷，我们想听您说两句。大爷，老人家，您是这家的人吗？哎，不是，不是，我不姓胡，我就是一看家的。看家的？哎哎，您跟我们说点什么吧，大爷。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，我刚来了不到半年，谁知道这天杀的哎做这种营生？哎，那个老人家，您啊别害怕，我呢是大光明报的记者，就是想来找您了解一下情况。 记者，哎呀，你们这几天不是来了多少次了吗？我不是说过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哎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我就是想问问，您认不认识顺远商会的沈会长？哎呀，我就是一看家的，我怎么可能认识什么会长啊？哎哎哎，老人家，您看一下，这有照片，这就是他，您看一下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哎哎，老人家，这家里平常来些什么人啊？ 哎呀，不是些女人，再就是什么狐朋狗友的。哎，大爷，就没有其他人吗？再就是一些说日本话的，都是晚上来的。日本人，他们来的时候吧，都是穿的长袍马褂的，一张嘴说的就是日本话，我也弄不清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。 走啊，天亮才回来，不多睡一会儿。张玉之一死，原本为我们发生的那几家报社突然变了脸色，对方来势汹汹，下手很且准，看来日本商会新任的这个会长不简单啊。还是佐藤在的时候好，那个时候我们日子好过很多。用不用帮你啊？ 别，能用谈判解决的问题，就不要付出武力。我可是个正经商人。是，正经商人嘛。那我吃完就回学校了。早点回去吧。在学校小心点。哼。奔子。哎。商会那边怎么样？啊，人都散了。 算了，你看一下报纸就知道了。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弄的消息，这帮记者真是帮了咱们大忙了。是有人帮我们，但不是他们。哎，你不吃饭了？不吃了。恩子，拿衣服。 先生，车票、地址、钱、推荐信都在这儿了。到了上海你就直接过去，就说是徐小姐推荐你来的。
谢谢陶先生，谢谢曲小姐。不用客气，你也是帮了我们的忙。不要，你们不要过来，不要！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哎哎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干什么呢？啊，你面对的是一帮记者，不是一堆强奸犯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演戏要走心的，懂心懂吗？你现在要演的是武斌的情人，你的这个情人呢，是个人贩子，恶贯满盈。他谁都杀，但是唯独对你非常好。现在他死了，凶手逍遥法外，警察厅的人呢，还在怪罪无辜的人。你想想，你现在是个什么心情？悲伤。还有呢？我愤怒。还有呢？害怕。对了，害怕、悲伤、愤怒，而且有点不甘心，把自己投入进去。好，我悲伤，我愤怒，我害怕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再来一遍啊。那个，你先冷静一下，先去拍个照吧，等会儿再来一遍。哎，好，去吧去吧。春夜，武斌呢？化好妆了吗？来了。婉婷姐，这不太像。还行吧。没有了。报纸上登的血丝呼啦也看不清鼻子眼。摄影师呢？摄影师，来。哎，曲小姐。拍这男的，拍他侧面就可以了，然后那个模糊一点。啊，知道。拍去吧。这边请。等洗照片的时候跟他们说一声，这个脑门不太像，这个脑门给他糊住，就像老照片似的，别搞得色情照片，知道吧？放心吧，我找到宝华斋的时候。嗯。下一个。下一个。来了。你这演的是？我演的是管家。我，大爷，你演一看门的吧？什么门？看门，大爷。给钱吗？给。好，行，给钱就行。词儿背熟了吗？啊，熟了。啊，来一遍。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刚来这里干了半年。我谁也不认识，我。停！大爷不是真让你在这背课文，你得有点感情在里面。啥感情啊？你害怕呀？你想撇清关系，你不害怕吗？你给这样一户人家，你干活，你丢人呢。但是你得表现出那种老实的淳朴，这样比较容易让人相信。老实我行啊，但我不怕啊。大爷，咱们现在是在骗人吗？要是让人拆穿了，人家就给你关局子里去了，你怕不怕？不怕。厉害，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。我怕。切，再来一遍。曼婷姐，人送走了。黄经理那边联系好了吗？联系好了。还别说，真是神了。我刚在咖啡馆看了报纸，嚯，八九不离十，全都被你料准了。这顺远城啊，说大不大，光报社就有几十家，这么多家报纸，每天都要报道新闻。连明夺报都能不调查不取证的被人利用，你是这些小报社了。顺远商会门口那些人都散了，记者也没剩几个，大多数死者家属全都到警察厅门口候着。不过也有几家报社说，这些都是沈少爷为了洗白自己所做的手段。不稀奇，让他们说去。他们没挖到新闻，当然要换一种角度去剖析别人家的新闻。不怕有声音，就怕声音只有一种。让他们猜去吧，什么可能性都有。比起土生土长的爱国商人，
还是狼子野心的日本人做幕后黑手更众望所归。厉害。我在这一行混多少年了，这算什么？勾心斗角的事儿我还怕他们？喂，沈少爷来了。谢谢我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梁晨，你最近好拼啊，总是家里。要不然每次都垫底，多丢脸。我还要谢谢你呢，每次都陪我一起练。没事儿，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。你回去赶紧洗个澡，好好休息休息啊。好，我先进去了。好，你好好休息啊。嗯。对吧，停水了。哎，梁晨，你这是干啥？我洗头呢，突然停水，你那停了没有？你等等，我去看看。嗯。我这儿也停水了，啊？那怎么办啊？哎，你去公共浴室吧，那里全天都不停水。公共浴室？啊，哎，你愣着干啥？赶紧去吧。哦。有人吗？回来了，我看报纸了，你家那事儿解决了？清者自清，本来就不关我家的事。清者自清，本来就不关我们家的事。怎么了这是？
黄松，向晨呢？他去洗澡了。公共浴室。是啊。宿舍停水了，沈君山刚刚也去公共浴室了。沈君山也去了。谢良辰，是你啊？老田，你是在玩我吗？我明明锁门了呀，怎么办？快去跑吧！啊，不行，要跑就得经过他面前，一定会被看到的。那等他走，啊天，他只要往这边看一眼就会发现，这下死定了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有点热，我头有点晕。你头晕啊？要不我扶你出去吧。哦，不用。哦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过一会儿就好了。爆炸那件事，不是我大哥做的。啊？你今天没看报纸吗？全是捕风捉影，反正那件事真的不是我大哥做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哦，我相信你啊。怎么说我们也是朋友，我不希望你误会我。不会的，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过。那就好。需要我帮你擦背吗？不用。我这下怎么办呀？看什么呢？有吗？我洗澡了。你看完了没有？谁看你啊？我在这里站着不行吗？你穿衣服洗啊。对啊，我就穿衣服洗了。啊，哎，
神经病。你起快点啊，这么热不怕中暑吗？从外边给你踹开，你干嘛去啊你？你是不是找人去拿钥匙啊？快去回啊，我在这等你，兄弟快去回，真够意思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也没有很早了。好了，早知道了。你到底怎么知道的？你是不是？是不是什么？你是不是偷看我？谁偷看你啊？你这身材有什么偷看的价值吗？你还说？不说了，不说了。除了你，还有没有别人知道？喂，我问你话呢。你不是不让我说话吗？顾远真。好啦，你有必要这么一副表情吗？好像我怎么招你了一样。其实啊，你态度应该端正一点。再说了，又不是我拉你来的。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女扮男装来军校，还跟我一个宿舍，偏偏之前咱俩还见过。哎呀，我怎么知道你对我有什么企图啊？在这种局势下，我都没有揭穿你，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？我对你有企图。其实你也没必要害羞，对我有企图的女人多的是了，不过像你这么有行动力的还真少见。虽然这段时间你一直对我不冷不热的，不过我知道这是套路，欲拒还迎嘛，你们女人都喜欢用这种套路。被我说中了吧？你看你都笑了。哎呀，其实啊，你也没必要冒这个险。你对我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跟我说。啊，别害羞啊，你听我说完好不好？我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
其实今天这件事啊，对你来说没有坏处的，咱们可以直接挑明了说，你有什么想要的都可以告诉我。当然了，我不一定会答应，毕竟肉体和婚姻这种大事还是要慎重一些好。喂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，夏良辰？喂，你干嘛？你疯了？太年轻。怎么了，美女？谁啊？我找顾彦真，你是谁啊？我就是顾彦真呢。哼，你真是要脸的，赶紧让顾彦真下来，你相信我是不是？有本事你给我下来看看。哎呀，季姐，人美女都这么说了，你要再不下去，太不给面了吧？就是啊，季姐，有种啊，你就下去。这美女胆子这么大，我可不敢下去。哎，你们谁有胆子，给我下去探一探啊？下去。那我是不敢，我又不是顾彦真。哎。来了，上来了，我天，美女过来找我了。季姐，你艳福不浅啊，季姐。走，接待一下，接待一下。真上来了。你好，我是。等明星。顾彦真呢？顾彦真，哎呀，跟你说不明白，你去哪儿？哎，你干什么呀你？有毛病！顾彦真在这儿呢。顾彦真，开门！哎，哇！哎，你们谁劲儿大的，给我踹下！摔坏了算谁的呀？算我的。快点！找我什么事啊？你。没事吧？切，能有什么事啊？要不是你叫我，我打死他。哦，我不是说这个。嗯，那你说什么？算了，我还是不问了吧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我来是要说明天我在帕里莫有个义演，给炸死的劳工捐款，你也来吧。干妈，听神经白洗白啊？你怎么知道？这还用想？可是你为什么不换个地方啊？你在他的地方搞这些，不怕别人收了收去啊？我身正不怕影子歪。明天准备工作有很多，你早点来啊。你说你一眼会有人来吗？哼，土包子。明天让你感受一下民国第一女明星的人气和魅力。走了。没空跟你瞎扯。还讲得好像我求你来一样。明天不许迟到，听见没有？好、啊。军方反应很快，会利用记者进行反击。不止这样，我们安插在人群中煽风点火的那些人，失踪的失踪，挨打的挨打。警察厅那边也开始排查劳工家属的身份，我们很难装下去。本来就是顺手做的事儿。也没指望这件事就能把他打倒。那个自称是武兵女人的人找到了吗？没有。如果对方把人控制起来或者送出顺源，我们很难找到他。继续找。我们不能像他们
找一个长相类似的人冒充吗？那张照片男的虽然拍得不清楚，但女的是正脸，很清晰，而且那么多记者都见过他，很难造假，想必对方也是防着我们这一手。慈善宴会那边准备得怎么样？准备好了。那个女明星多少还是有点影响力的，如果让沈听白借此机会向全顺远的名流解释清楚，这件事我们就没得玩了。明白，这场宴会他一定办不成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女明星……看情况吧，如果要做就做得干净点，别像佐藤一样什么事儿都干不了，还被别人狠狠踩一脚。是。还有别的事吗？结束上次军车被烧案的调查结果，我们排查到最后，如我意外，凶手就在这几个人里面。如果想进一步觉得，就必须把他们抓回来拷问。但是这里面有几个人的身份特殊，很难抓到活的，不如直接全部杀了，以告慰我们死去军人的在天之灵。你看着办吧。是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先告辞了。等一下，小姐，还有什么安排？这件事情你不要管，我亲自处理。你手上关于这件事情所有的资料全部交给我，自己不要留底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进来十几个醉汉，进来就打人，把所有的东西全给砸了，厨师和摄影生也都被他们打伤了。醉汉？醉汉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？警察呢？警察来了吗？来了，把人都带走了，受伤的厨师和摄影生也被送进医院了。可是这无济于事啊，我们今天晚上的宴会怎么办啊？马婷姐，马婷姐，你们怎么了？送酒和食材的车翻了，酒瓶全碎了，食材不能用了。你们到底怎么回事？一辆小汽车突然撞上了我们。还有，我刚坐电车过来，送今天晚上要用的服装和道具，袋子不知道怎么突然就起火了，衣服全烧着了。好嘛，这帮人看来是故意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还有不到四个小时宴会就开始了。这样，我现在立刻打电话看看能不能从别的酒店先借些人过来。就这样吧，你去吧。一定是那帮日本人干的。还好舞蹈演员都没事，赶紧把这打扫一下，等他调了人过来咱们还来得及。好。曲小姐怎么样？他们想的真是周到，相熟的几家酒店刚刚也有人闹事，现在他们也是自顾不暇。还有我帮您订的舞蹈演员今天晚上全都来不了了。那怎么办呀？要不我再去打几个电话。算了，你想得到的人家也能想到。我是不是来错地方了？这么大场面啊！顾少爷，刚下午有人闹事，把我们这全砸了。那你们这宴会是不是开不成了？那我走了啊！不行，宴会还得开，你得想办法，得帮我。
那当务之急还有什么好办法吗？你去借厨师吧，大酒店没有，小饭店也行，我就不信他能把全顺远的厨师全打医院去。另外赶紧找人去买一些酒具、餐具、桌子、椅子，宴会用的东西全都买。我尽量。小桃，嗯，你赶紧去买东西，食材、酒，不管花多少钱无所谓。小杨，你回我家去拿我衣服和首饰。嗯，不对啊，咱们人手不够，打扫卫生谁来？晚上连侍应生都没有。你看我干嘛？哎，我重伤哎，你不会想我给你打扫吧？你们学校今天不是放假吗？你给我回学校去叫点人呗，你们有校训的呀。团结一致，保家卫国。告诉他们，机会来了。小杨，嗯，去找谭小俊，让他去他们学校找几个长得好看的女的过来，上台唱歌跳舞，总不能太丑。去吧。好的，曼天姐。那我赶紧忙去，赶紧去，去吧。去。那你干嘛呀？老娘就坐着等这帮孙子来，谁要是敢来闹事儿，一枪崩死他。寒假了，要不你直接回北京，别回来了。那怎么行？那怎么办？那他都知道了，你以后怎么装下去？哎，就他一个人知道。一个人知道更不行啊！你想想，他那么久都不告诉你，肯定是另有企图。不会的，他虽然挺讨人厌的，但不至于。你看谁都是好人。哎呀，我有分寸。你有分寸才有个大头鬼。顾燕真是出了名的花花大少，是他家境还不错，长得也还行，可是。你现在就没名没分跟了他，以后有苦你受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啊、哦，有人来捣乱，把侍应生都打伤了。去漫天喊我们过来帮忙。那你呢？我是客人。
太多凄凉，太多彷徨。